这个就是15.6寸的 roof monitor 了，它还可以同步回前面的 Android Pay。这15.6寸的 roof monitor 除了同步之外，它还可以分屏，就前面你可以用做你的东西，用开 Waze 啊，后面你还可以继续看你要看的戏了。